好，接下来带第首歌，第四首歌就是大家都期待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叫《其实可以》，对，然后它是一首创作曲，它是张达理做的一首歌。张达理吗？对，张达理。张达理是？他是我的绰号。哦，所以你叫张杰，然后又叫张达理。对，张达理他是我以前本来要取的一个名字，对，然后因为是我爸我出生以前，我爸就说好，那他就叫张达理，但是我妈觉得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太土了，因为从我爸口中讲的话好像不可靠，他就觉得张达理这名字好像不太好，然后就把我叫取名叫张杰这样子。对，但是我还蛮喜欢张达理的名字的，对，因为他带给我一个新的名字叫张达理。阿妹，好了好了，带这种张达理的其实可以。今天早上8点钟遇见一位88岁的老公公，走了8米路，吃了8碗饭，却付了88880元。我今天早上8点钟遇见一位88岁的老公公，走了8米路，吃了8碗饭，却付了88880元。其实可以，其实可以，其实可以，10元买早餐，8元买豆干，太扯了吧，太乏了吧。1234567，1234567，7891011，7891011，这全部都是他的钱。再跟我一起念，1234567，1234567，这全部都是他的钱。其实可以，其实可以，10元买早餐，8元去买豆干，太扯了吧，太乏了吧。我今天早上8点钟遇见一位88岁的老公公，走了8米路，吃了8碗饭，却付了88880元。我今天早上8点钟遇见一位88岁的老公公，走了8米路，吃了8碗饭，却付了88880元。请跟我一起念，1234567，1234567，7891011，7891011，这全部都是他的钱。其实可以，其实可以，其实可以，10元买早餐，8元买豆干，太扯了吧，太乏了吧。其实可以，但他不要，不要吗？真的不要吗？10元买早餐，8元买豆干，哦干。好，谢谢。
好听吗？耶、yeah, ，对，这是一首歌，就是非常有那个早晨的感觉，就是你们刚听的时候，听我唱的时候，会有一种小鸟叫的感觉，有吗？啾啾啾这样，就是有小鸟啾啾啾，旁边要吃早餐。对对对对，好了，我们不要废话了，下一首歌。好，下一首歌，我们回来我们沉重的话题。